洗澡了啊，帮你去做一个水疗洗澡，顺便。哎呀，我洗澡喽，挺香香的啊。洗澡到了，我得一只手这样拖着它。这样才能洗后腿哦。现在放水给他准备做水疗。Hello， 快点啊！一边做水疗，一边帮他按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铲屎官杨哥。我已经把这只泰迪 Hello 给洗好了，然后帮他也做了康复训练、水疗啊，包括按摩这些。在此呢，我郑重地向广大网友征集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？就是后半肢神经瘫痪的，然后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经验能让它好起来？欢迎大家私信或者留言。然后呢，我打算从今天开始一个月啊，坚持每天更新他的康复训练的视频给大家，然后我们一起见证一下。一起期待一下有这样一个奇迹，争取能把它给调理好，让它能正常的行走。再次呢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多多的支持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。